也正在有农机在作业。这一带今天整个过程都没有发现到。这就咱们吃的稻壳，啊，最能杀了。烧的稻壳还得提升米呢，这稻壳。今天是2022年1月4号，站着继续在宁河打包保护地、越冬地调查。这块草块已经挡住了路，过不去了。绕去了，使劲儿绕去，这边都是大宝栖息的地方，现在把这个把路给挡住了，绕去了。这块草块已经挡住了路，过不去了。绕去了，使劲儿绕去，这边都是大宝栖息的地方，现在把这个把路给挡住了，绕去了。